放方面啊，这是半发面，对吧？这是二斤面啊，二斤面，嗯。哦，酵母这放的少，4.5克啊，1斤4.5克，哦，泡打粉1斤4克啊，8克啊，加1斤0.5啊，嗯，减是0.5，哦，注意看，嗯，注意1斤5克啊，哦，猪油。 猪油，猪油5克，咱这10克啊。猪油5克，哎，这总共10克啊。这水腰子260哈？对，260。就差糖是吧？腰子温水啊。面和好了，醒发30分钟。罗老师，这发好了？半发面。半发面啊。 这多大？25克呢？30的。也要30啊。嗯。哎。它多少馅儿？25克馅儿。25克馅儿啊，这馅儿小啊。10。嗯。看看。哎，多舒服，多舒服。哎，这不用发酵哈。 哦，这不用发啊！哦，直接上锅啊！这个包子得蒸7-8分钟。那个就是半发面这个了，够不得，够不得要7-8分钟。哦哦哦，这个是重量大小。哦。哦。够不得，哎呦，出来了！哎呦，这好。嗯。这够不得，够不得。哎，这好。 够不了，这够不了了。这个够不了的。对对对。这啥？哎呦，这哎呦，菜馅哎呦，太好了。脖子粘好了，快上。尝尝尝尝尝。呀，我也不知道给你吃了点是啥啊。怎么样？挺好吃。太好吃了。太好吃了。